就觉得松一大口气啊，有一种用尽力气以后松软的感觉，还蛮过瘾的。会不会觉得两天太少了？我觉得目前就是恰恰好，两天恰恰好。对，第一次有这么千变万化的舞台，其实真的很好玩。虽然很忙，但是真的跟大家距离很近，还有当然蚌壳的部分，我也是觉得好险，我有决定这么做。我刚刚有稍微看一下朋友录的，我就觉得天啊，我真的是一个天才。那蚌壳的画面呈现，我真的觉得是我演艺生涯的高峰。对，因为那个蚌壳，我真的是觉得我出奇制胜。他们走出来的时候，我真的吓到，而且我就觉得他们是串通好，想要吓我。他有先放话，但我还不相信，我想说能有多那个多辣，不就是那样吗？我那时候就是脑海里浮现《傲娇的歌词》，亲爱的，我不该跟你赌。我真的不能跟他们赌。那你觉得谁比较辣？都很辣啊！哎，你这样怎么当姐妹啊？怎么会去评谁比较辣呢？都很辣。对他其实也是蛮辛苦蛮忙，因为他帮我 hold 我的家人，就是我的包括我小孩啊，我妈妈啊，我的家人，还有很多朋友，他是要负责那一块的，所以他也是匆匆来匆匆走，然后他只是结束以后，他一看到我，他坐在我耳边说你超棒，我觉得这样就够了。 Bye.